有做噩梦吗？那不是你那天非要回去加班，唐盼盼怎么会？对不起。下周我发年终奖，我请几天假陪你出去散散心。你想去哪咱就去哪。不用了，小雨会陪我去的。不用我陪你吗？我刚才是我责怪你的话。其实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你也是为了这个家呀，老公。其实我内心都知道的，我也早就不怪你了，只是我们命不好。没事儿，公司有急事儿嘛，你作为主管应该义不容辞啊。去吧，早去早回啊，老公。去吧，去吧。好。亲爱的，你在干嘛呢？怎么了，亲爱的？你老公走了？你上次不是说要带我去泰国旅游吗？我们下周就去吧。你身体好点了吗？你都不知道，我心疼死了。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，我上一次身体得一辈子饭票呢，你懂吗？哎，委屈宝宝了。那下周我们出去玩，我好好带你放松放松。妈妈，哎。
Hehehehe